这保安、公安吓破万了，我这哥俩都吓破万了，都破了，哎，警车都破了，警车都吓破了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又开了，开了，开！叫一说开始堵，开始了，这都便宜不收利啊！打开了，那地呀、啊。 我是咱那群人要逮取球的那群人，那哥呀，来人你看都激动，鬼叫去都，这个人牛逼，这个人。哦。 不要干到3个月以后才有这个这东西那东西的，这很多东西我都说不清。
开去警察耍拼了，耍拼了，开去警察总务，这宿舍的时候该闹的时候，有两下眼子该闹的时候，开去这四十多个人跟他打炸，最后那一份人少，最后人多的时候，这带着四十多个人全部带上车或扛上车了，听他们这样说。哎，这个事儿啦，咱这河南今年是富士康大逃亡，河南出名，这富士康大暴乱，河南又出名，这河南这两年真是厉害，今年个疫情呢反反复复，今年的疫情遍地开花，搞得人心惶惶，这是武警案的哈，这一车过来又一车，看见了吗？这路况，看见这一个车了吗？这上面穿的全是白衣裳的，哎，郑州也不知道咋了，在外国都出名了，乖乖，好，谢谢谢谢，肯定的，我也不去下去给人家跟风，咱是共产党员，必须得遵从党的号召，做一个好党员，不会给国家添乱。我这个直播这个也没有啥恶意，你可别想着我那个那，我都纯属好玩看看。有冲突肯定有的，那没冲突可能吗？谁不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啊？这个疫情啊。